你只有没太阳，我跟你讲，连帽子都不想戴。不要理他。迪斯马桥，迪斯马，那那个在哪里？我们那个哪个？早上。哇，这阵子麻花都开了。对。要下个礼拜更茂盛。我就到登山口，我就折回去了。OK。
其实到了崖口那边也很多。他们有些是要准备下去的，是不是？从那边爬过来的，大理爬过来的。好，我们直接要下去了。说不定又要走到乌龙。拍照景点，打卡。打卡。4号到26号。快哦！来，你们先来。来，快点，加油！反正都可以上，你要进来。他们坐车上来的，是不是？可能是。我要准备下去了，下山了。你不会赶回啊？哎，他有事情。我两点有事情，我要赶快赶回去。我们这边过去要芙蓉吗？不是。凤寮芙蓉这边一条路。哦，这样子哦。那边有停车牌吧？哦，我不晓得嘞。